种种的一天开始了。这里跑步真的是一等，家人们，家人们被坑了，好没得很。这个好，10分。出来跑步，结果我忘了带袜子，所以我找到酒店旁边最近的一家卖袜子的店。让 Vicky 在网上帮我用美团下单，然后自提。这里的环境好好啊，跑步散步的人相当的多。在西安真的是处处见古董啊。这里跑步真的是一等。在跑步结束，这个南湖跑起来非常的爽，而且它的那个跑步的地是那种对膝盖很友好。哇，这怎么走？你看这绿化特别好。跑完步都还有一个任务。Thank you。来，叫小总。现在跑步好爽。自己走吧，自己拿着。好了，爸爸妈妈再见。我没有，我还要看。你还要看？哎，想看呀！我今天早上本来我其实有点不敢给他打视频，我怕他万一看到我们很想我们或者会崩溃。我妈说我们走了之后他好带很多，可能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那种撒娇的感觉吧。 Good morning， 我现在在化妆收拾一下，今天早起来好肿。然后今天应该是我们唯一景点的一天吧，对不对？今天我们准备要去兵马俑，来都来了，兵马俑肯定还是要看一下的。待会儿起来还是先去喝咖啡，然后中午吃个饭，下午我们去逛兵马俑。 Christina 他们应该就不去了，对，我们就自己去看一下，看完了我们再出来一起活动。今天穿了运动鞋，因为可能会暴走，我穿了一个 T 恤，下面穿的这个牛仔裙，这个裙子是 Fila Blum， 然后这个衣服是 Acne Studio， 然后我包包上的这个东西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是 Christina 给我买的这个肉夹馍，然后这个是昨天我们抽的这个皮卡巴拉，啊，好可爱，然后我还有个美人鱼。走吧。来吧，又是凉皮儿，开始今天的新的一天。它秘制凉皮，可以哦。然后就很多辣椒、剁椒，对。我先吃一口了。这个就是哦，你喜欢这个吗？这个是我的最爱。你的最爱，那我肯定喜欢。因为你们俩是，对，我们俩是一样。你喜欢这种饼还是喜欢白饼？我再吃一口啊，没烧肉。等一下，等它弄完。它的肉味很重，甜了很多。对，我觉得那家好吃一点，但是可能它这个被那个蒸汽捂到了。你喜欢吃哪一个？你喜欢吃酥皮啊？你们俩好可爱，重口一点，嗯，比较好吃。哇哇，这辣油！我喜欢吃辣的，喜欢吃传统的。哦，你喜欢吃传统的，恒哥更喜欢吃麻酱。来来来，给我。你们这儿人天天吃这个也太爽了。好，你喜欢吃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可怕。Vicky 跟恒哥的口味一模一样。他们俩性格都一样。对，然后我们俩口味一模一样，我们俩性格一样。牛三辣四也一模一样。啊、这个是魏家他们自制的秘制凉皮，你喜欢吗？怎么弄都好吃，就这东西就没法难吃。好像是看他们这招牌。这个是啥？面筋。gluten， 你听过那个笑话吗？美国不是什么都 gluten free 吗？然后他们说给他们来点 gluten 震撼，凉拌面筋再加花生。然后这个是炒面糊糊。然后这个是素披，就像日本咱们吃的那种。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对。我觉得我吃不来荞麦。gluten 来品尝一下，农家味道，嗯，我从来来喽来喽，真的大，哇！你看我的手，对，我觉得土豆很好，看起来好好吃，特别好，感觉到，好好吃啊！这个味道是甜口的，这个拌面觉得，对，就主要是把那个汁儿给它弄进去，把它吸在里面。可以先吃一根儿，我从干了。云南，我们找了导游。
官方的票，对，要认识这个标志。这个是属于国家认证啊，欧院的这个官方旅行社。哇，考古专家把它们粘接修复，呈现于我们眼前。棒极是黄鱼香草石所穿的金缕玉衣。日本大人和小孩，请跟我的脚步，不必偷窥，就吞。棒极是空战车的等候区。家人们，家人们，被坑了！这个飞越大秦千万不要来。博物馆是很好的，对，博物馆非常值得。半山茶局，它建在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这个池子该清一下了。他说那个葫芦是什么？豌豆黄。哦，喝个茶，坐在山上，看了兵马俑，不错。值得，兵马俑值得，飞越大秦不值得。放这什么东西也用了？哦，好吃吗？但是凉的，好吃，好吃吗？今天的晚餐，水盆羊肉、飘香牛肉、油泼羊肉，这真是我没见过的桌上的东西。哎呦，这是羊血，凉拌。这种本地的馆子。然后这是芹菜，哦，叫呛菜。里面把这比如说这边用筷子戳开，然后加这个肉或者碗里的肉，还有这个小菜加一起和，或者掰开破里面。啊，这咋吃都行啊。巨蟹座。对，我妈是。不介意吧？来来来，当然不介意。你们就是油泼任何东西，对，油泼一切，油泼一切。好，魅力恨，这叫什么？魅力恨，魅力恨，聊咋了？回国来西安再整个几天，光吃。是吗？好吃，这个好吃的。什么是好吃的？我们今天晚上准备要去看《长恨歌》啦，听说非常的优秀。嗯，期待。我跟陈哥都没看过《长恨歌》，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应该很不错，非常期待。好有特色的一个肯德基。相见，恩爱到永远。刚帮我熨的裙子，嘿嘿，穿起来，嗯，所以还是要用这个板。哇塞，因为一种亚麻的，它就是有点皱皱的。哇塞，现在完全不皱了，太棒了。哎，怎么后面又有点了？不用强迫了，因为亚麻它肯定多多少少有点皱的，你只要就是大体那个裙摆没事就可以了。Good morning， 大家，为什么来西安每天都这么肿？啊、哦，真是无语。我早上起来，我的腿已经消肿了。回酒店的时候，我的腿都巨肿。我这是不是因为这里吃比较重口味，比较咸？那成都也挺咸的呀，还是碳水吃很多。昨天晚上又没干嘛，我们就看完表演，我们就回来了。哇，长恨歌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没有去那个华清池、华清宫嘛，但是他那个表演是在那个里面的，就还不错。但为什么早上起来真的就这么肿？终于收拾好，今天要出门啦。今天是我们在这的最后一个全天，对，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还有很多任务，我们的裤带面还没有吃，凉凉面，然后今天还要去钟楼和鼓楼。大家知道钟楼和鼓楼是什么吗？就一个上面放的钟，一个上面放的鼓。然后这是我今天的穿搭，我就穿了一条白色的这种 one piece 的裙子。好了，准备出门。你今天换上了好走的运动鞋。对，你不是要城墙吗？对，对啊，我觉得太热了，这里好有烟火气息，好多小吃啊！哇，这个香酥牛肉饼是什么呀？这么多人，种种的一天开始了。看这个空气里面，我觉得都是汗水。
没有了。我上次七点来你都卖完了，九点之前你来。要个这个净糕吧，要一个玫瑰的。有点像他吃那个玫瑰馅儿的包。他们怎么还在这儿？这是净糕吗？是玫瑰净糕，是镜子的净，不是那个净。想去买那家净糕，卖完了。胖子净糕没了，卖完了。特别想吃那个胖子净糕没了，卖完了。还让我们明天早点，还5点。5点钟他就来了。不仅要跟上交葱油饼，有苏锅盔，哇，这么多葱，爽不爽？爆爽！这是清真哦，清真，因为这边是就回民街附近，回民附近。好，终于。净糕怎么卖呀？是冰的，谢谢。感觉不用排队。西安人吃水饺都是按斤算的，不然嘞？我们那儿都是买一个两个算的。真的假的？没有。来了，我们吃。然后这个是柿子塌子吗？香酥肉饼。太绝了！它是煎饼肉。对，那我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柿子塌。是不是像南瓜饼的感觉？就是南瓜饼，但这很油，巨油。我没有北京腌的，因为它很像四川的骨灰。这个是不是要炒过？这个比较酷。净糕就像八宝饭嘛，糯米、枣子、八宝饭。香酥牛肉饼。3、2、1、6、6、6、5。3、2、1。哇，你那个那么低，我还以为你喜欢，怪不得还跟我说别吃，料太少了。哇塞，这感觉很棒哎！哇，它有个很酸的那种味道。太棒了。嗯，好吃吗？哇，好好吃。这个是目前吃到的最好吃的。韭黄牛肉。哇，这很好吃。你可以喝口汤，然后再吃个饺子。我觉得喜欢吃酸的人一定喜欢。酸的好。这的人一顿都可以吃24个的吗？肯定可以啊，我都可以啊。我也可以。要不要？来了。好。3、2、1。他的。零点五扣的他太咸了。我跟腾哥一样，本地人太严格了。来这儿，谢谢。自己外地买的时候要提前说。然后就吃这个的时候一定要配一个炒白饭。哦，一口这个，一口这个。对对对，我们就大家互相不嫌弃。好的，五。哦，那行，就点的牛肉。哇，我全是白味的。吃个牛肉。粉丝也是碳水，馍也是碳水，我们牛肉是蛋白质，这碳水加蛋白质。3、2、1。哦，零点五是给这个糖蒜的。优质什么胡肉丸胡辣汤，哇，这个不要饼，不要饼，不要饼，微辣吧。你还算得上？这样比较快啊，资格吃货，一刻都不能等。你来远一点的显得比较帅。吃的干锅很难品。味道是好的，口感有点像鼻涕。哪有？真的，尝尝哈，我可以吃。这个我觉得比对于我来说比那个胖馍好吃。3、2、1。哇！哇！所以它的回民街这里就是一个小道，一直走到底。它有就这些巷巷呀，小巷子也算，也有对，就很大这一片。而且我们现在不在回民街。哦，这不是回民街。回民街是有洒金桥。哦。对，那边走才是。这个不是蛋菜夹馍吗？西安的为什么多了一个？它藏了什么来着？三星堆。三星堆的。这个马蓉蛋菜夹馍。哦，这是咸菜，哇，还有咸蛋黄，哇，还有一个蛋，我三个蛋，辣椒酱，快看，
我要一个双拼，小的吧？是什么双拼啊？醪糟还有哦，酸梅汤哦，这样拼。好喝吗？好喝，真的假的？我喜欢，因为我喜欢醪糟，加醪糟的任何东西我都喜欢。嗯，这个好。十分。撒金球。走，一人一个，买四个三角。想吃错了。要一个招牌。先我热爱的东西啊，就是凉皮、肉夹馍，还有苗苗面、辣条子，我最爱的就是这个。我们仅存的战斗力在。哎呦我。我吃过。他在想自己该怎么措辞，有点干，然后就着什么别的吃，你尝一尝嘛，万一你喜欢的。它这里面还有啥呀？它这里面有肉吗？没有，有它先抹了一层辣子，然后就是那个酱菜丁，有点像咸菜丁，然后就是蛋了。蛋黄吃多了，有点像吃月饼。踩雷。哇，一定不要弄到我的衣服上了，你离我远点。冒油哎，我吃了一天饺子。太硬了。太硬了。嗯，好吃。它这是皮，我觉得很好吃的。这个好吃的。牛肉很香。对，这个可以有。酸酸辣辣。目前排名第二。第一是麻。都是饺子。Dumpling Kingdom， 西安 AKA 饺子国。我这个面王有点要认输了，在这里快了。这里的淀粉真的是，三、二、一，哇哇哇！这么统一，哇！哦，是这样的。因为有蜂蜜，我怕流到你手上。哦，细节，谢谢。怎么样？喜欢的。啊，嗯，我觉得好吃的。他以前是。你喜欢吃这个？嗯，我想吃。嗯，因为爱吃豆沙，然后再加上外边的那个黄豆粉。嗯，走到这儿的一个小巷子，还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少，而且全是清真的，很有感觉的市井小巷。今天这条街的最后一家店，我们也来挑战一下卤汁凉粉吧。来，我们先找个位置施膜。这好了，谢谢。一个皮蛋，一个盐蛋。180是我的。辣椒蒜是吧？都要。这是蒜水啊，那个是什么呀？芥末。哇，谢谢！哇塞 ，Oh my， 五碗的老天爷！你看你们，看咱们谁吃得惯？你看看这边的食物有多顶啊！两个蛋，下面泡馍，那上面是粉，这一顿下来一天不用吃饭了。但我也没法吃得很正宗。好，没事儿。你就能吃到上面的那个料子，好吃吗？我觉得还可以，麻酱味比较重。我就跟你说，它里面有蒜水、芥末、油辣子、醋，还有麻酱，有点像老北京。对对对，炒肝得溜边儿。对，他觉得可能有点辣，我这辣吃到馍了，顶，有点顶。味道是可以的，但是有点偏咸。对，可以的，仅次于饺子。咸是咸的，是没有拌开吗？我刚吃那口没有咸，因为你喜欢吃黏糊糊的。嗯，我也喜欢吃黏糊糊的。好吃，我可以吃。三二一，噔噔。哦，蛮高的。你很喜欢吃哎，你给的很高哦。我们要来这里消食一个小时，然后去吃biang biang面。出来就是钟楼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是游客，我们就要干游客的事儿。哇，哇，
看这里真的西安特色，大家来可以拍这种古装。为什么这个玉米锅巴这么好吃？哦，这里面呀，哇，转弯遇到爱，这太多吃的了吧？到了，到了，是这个裤带面干拌吗？哦，这有二合一、三合一，反正裤带面，裤带面，这是它的面的那个。里面就有那个热油一直烧着呢，哦，所以它这样感觉是裤带，它还要撑一下，是不是下锅的时候再给它拉上？这都加的是什么菜？土豆、韭菜、哦、猪肉、西红柿。谢谢，好。哇，这三合一。不是，关键它这个面有点坨了，就刚才放一下，就它刚盛出来的，然后撒了。哇，太香了。这就是裤带面。嗯，好吃吗？好吃，很好吃，很有味儿，也是有点咸。这样吃怎么样？哎呀，值得！每天来，每天来。嗯，三二一，噔噔！哇，你为什么打酒呢？就是因为咸吗？我觉得那个咸我是 OK 的，对对对，我可以接受。不是说咸到你有影响到，好像就是粉蒸肉。对，有点像那个馆子里面吃那个。对的，跟四川那个蛮像的。面好吃，面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太喜欢了，太好吃了，优秀，面食爱好者的天堂。这个钟楼小区现在也特别火。如果这个跟那个米皮儿我选一个的话，我肯定是这个。你说那个祥子米皮？对对、啊，优秀，推荐。我想要吃那个陕十三，我舌头不是陕十三的油泼辣子冰淇淋。对，冰淇淋。然后我们正好穿过这边，应该是回民街，正好没来，可以看一下。天哪，这是在排啥呀？这个肉夹馍排好多人啊，好吃吗？知道的人跟我说一下呢。哦，我们也来到大名鼎鼎的回民街了。卖啥？但就是感觉很热闹。就这边是晚上才是真正的，就是繁华的。对，早上来都不是哈。但是晚上你还能吃那些？吃不下一点。我们要三个口味：油泼辣子、中华豆腐，还有桂花醪糟。好，天气炎热，请您快食用。谢谢。噔噔噔噔，我这一吃出来肯定是醪糟。熬的是豆腐，嗯，醪糟的好吃，醪糟的特别有醪糟味，真的很豆腐，就是有像那个老豆腐的味儿，嗯，醪糟，我好爱醪糟，哇，醪糟油泼辣子真的有点辣哦，我来尝一下油泼辣子味的冰淇淋，激动，什么感觉？有点辣辣哦，哇，辣，就是很神奇的味道，我不要辣的哦，我给你尝一个，就是油泼辣子味，很神奇。他不喜欢，我觉得好吃。油泼辣子呢？这就是在吃油泼辣子呀。对呀、啊。要混着面才好吃。嗯。酒酿的好吃。酒酿的可以。而且你有没有吃到里面有一点真正的酒酿？对对，他肯定放了的。豆腐。你要哕出来。嗯。我知道你要哕出来。还是烤过的豆腐。对。Good morning， 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东西了，刚刚去楼下买了个咖啡，现在正在等我的外卖。我买了凉皮和肉夹馍，肉夹馍是这样说的吗？我怎么一下忘了？我们路上吃，再加上带回去一点。我买了无生记的，然后还买了那个味加凉皮。我发现无生记离这个酒店还挺近的，所以就又买了。然后就准备出发啦，今天下午的高铁，然后应该在晚饭前就能回成都了。哦，这个西安的特种味之旅，真的，我们昨天我们吃完最后那碗面，后来还去跟 Tina 和腾哥的朋友又去撸了一下串，但我真的我一口都吃不进去了，我太饱了。他们听说我们白天在那个洒金桥的战绩，整个都震惊了，就说没有谁一天吃这么多东西。真的，我觉得就是安排那个回民街或者洒金桥那种一天要吃很多西安美食的真的很难，因为他们的东西都真的是太顶了。我们都是四个人吃一碗，然后吃下来我们全体人民都趴下了。 But anyways， 我们
反正该吃的都已经吃了，很开心。然后这次来西安，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就是我感觉西安人民特别的好，人都非常的热心，就是很实在的那种。我跟迪伦对西安的印象都非常的好。然后唯一我们不是去兵马俑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是踩了个大坑，去了那个什么飞跃大秦。就当时我们俩真的都以为是那种，就像那种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是参观的一个馆，必须要去的那种项目。我以为是博物馆里的一部分。对，我也是。是正儿八经。对。然后修得很好的。对，然后去到那里要收钱，这个当时我感觉就有点没对，但是我也因为那个导游其实他讲的蛮好的，我们也很喜欢他。他没说都有200。他也没说要收费，结果去了有一个一人198的一个收费，反正我们当时也就进去了，结果发现反正就是一个很坑，关键是我们觉得非常浪费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时间本来就很有限，朋友就是听到他们还在外面要等着接我们。后来呢，我搜了一下小红书，发现有很多人踩坑，然后看到下面有人就是打那个投诉热线，然后我们就打了那个投诉热线，然后非常快，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他们的全额退款了，就是给他们的这个售后服务点个赞。但是反正大家来就是避坑一下。你在西安最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肉夹馍。哪一家？就是祥子。你最喜欢祥？那你跟你真的，他真的跟 Christina 一模一样，然后我跟腾哥一模一样，就我们喜欢的东西、口味、人生的那种成长经历都非常的类似，然后就很搞笑。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喜欢的其实挺多的，昨天我吃那个卤汁凉皮、卤汁凉粉、祥子米皮很喜欢，魏家的那个肉夹馍它是那种酥脆皮的我也喜欢。如果大家来这里，我推荐大家喝那个放哈，是兰州还是哪里的一个奶茶，我觉得奶茶没有那个绿茶好喝。好的，我们的外卖到了，我们现在下去取外卖，然后就去高铁站啦。西安的吃吃吃之旅就这样吧，拜，回成都见。回成都见。继续吃碳水。